腊肉，大块的。我妈已经跃跃欲试，给你来个瘦的吧。我肥的也行。你来个瘦的，对。哎，来这，来吧，生菜。我给你吃个肥的。哎，这生菜口头那么小的。对，生菜是我种的。嗯，我吃这个，我吃这个大肥的。包生菜好吃。我包个。一口油，一口咬上全是油。拿个瘦的吧，省得招不住。你叫啥？他叫啥？来呀，来吃一块吧。好，真好吃的包酸菜。嗯，烧一块，但是这个比较肥的。过来，看看我们家的成员。嗯，你看。嗯，你站着吃。这个东西我没见过，给我姐她拿来的。你见过绿皮的？你拉开看一看。妈，你没见过这是什么吗？尝一个。白蛇，黑不溜秋的柿子，还吃一个。我直接拿手扒开。嗯，羊棒骨，这小腿儿，好吃吗？还行。你来个葱吗？有点辣，辣的好吃呀，葱辣，啊，葱辣的就别吃了。掺点水，助理。吃牛骨髓，就像做的，尝一尝啊，自己拿吧。我自己来一个。我的妈！哎呀，这玩意儿看着就上头。上头神器。还行，挺香的。
了一吸就凉。嗯。勺子太大了，拿筷子吧。吃不出来。